请掀开经本，紧那罗网长行第九句看起，动地力紧那罗网的恒起一切利益众生事，谢他们。在大乘佛法里面，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任何一位菩萨所修的法门必定包括所有菩萨的法门，绝对不是说他只学一种，这是我们必须要体会的，在一种里面见一切，一切里面见一，我们这个智慧才能够开。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恒起，恒是恒常，永远没有间断的。起就是身心起念头，他生什么心，起什么念头呢？一切利益众生死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细细去体会，没有说利益自己，而实际上呢，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利益一切众生呢，才是真正利益自己。如果只顾到自己这一生呢，没有想到别人呢，这真正是害了自己啊，误了自己。自己感受的是三途六道的苦报啊！你永远不能得乐啊！哪些人得乐呢？佛菩萨得乐。佛菩萨何以得乐呢？佛菩萨起心动念利益一切众生啊！佛菩萨知道自他不二啊，所以万法一如啊，万法一体，佛菩萨知道。我们迷了，迷的什么呢？就是迷这桩事情，不知道万法一如，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整个大乘佛法里面，世尊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无非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深深去体会，一切利益众生事里面，这个范围就包括太多了，真的是无量无边啊！我们要怎样学习呢？无量无边利益众生的事，就是四弘誓愿第三句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我们学哪个法门？
这个地方一定要懂得世尊为我们指示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弃理弃机。什么叫弃机？看眼前社会大众迫切的需要是什么，你就从这下手就对了。如果你所修学的是现在社会大众不需要的，那你叫白修了。纵然切理不切机。佛菩萨说法决定是理机双起。那我们看看现在社会有许多大众。无论是搞科技搞军事搞经济种种利益社会大众弃机不弃理。弃机了大众很欢迎呢，欢喜啊，不弃理所以苦难不能解决。所以一定要懂得理跟机要双起啊，这就是真实智慧，这个才是高度艺术。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圣贤的教诲。今天科技发达，经济发达，在物质生活确确实实是进步了很多，道德沦丧了，社会动乱不安，怎样来挽救呢？圣贤人的教育，圣教违不违背现代科学呢？决定不违背。怎么知道不违背？儒家讲日新又新，佛法讲勇猛精进，那就不违背嘛。他天天在求进步嘛，天天在向上提升嘛，他不落伍啊。所以古圣先贤教学的内容啊，无所不包啊。民国初年欧阳靖吾所说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佛法里头有宗教也有哲学。像一所完整的大学一样，什么科系都有。这里头有哲学系有宗教系。但是你不能说它是宗教，你说它宗教把一个大学就说成一个科系了，这是错误的。你也不能说它是哲学不能把一个大学变成一个学系它是一个究竟圆满智慧的教学。佛如是，儒也如是啊。纵观世界其他各个宗教无不如是。那么圣贤教育内容啊非常非常丰富。我们迫切需要的
应当选哪一个科目？选哪一个学系呢？这要智慧去选择。隋唐时代，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佛教黄金时代啊。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都在那个时候建立的。高僧大德，太多太多了。他们立宗，分派，就像一个大学里面，分成许多院系，开许多科目，同时教化一切众生。今天我们跟那个时候做一个比较，那个时候的社会是成平的社会，真的是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历史上所谓是大治之事。我们今天社会是一个大乱之时，人心没有归依，无论富贵贫贱，彼此都深深感到身心不安。这人心惶惶啊，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那么在佛法科系里头，我们究竟要选择哪一门？实在讲，这是大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世尊为我们指示的，这世尊确实是了不起，他有神通，他在三千年前知道三千年后现代的社会现象啊，所以他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原则啊。正法时期就是他老人家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戒律成就啊。相法时期是第二个一千年，禅定成就。从第三个一千年以后，一直到法灭，这是有一万年。末法时期，他为我们指示的是净土成就。佛这个话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自己修学选择净土，这是秉承世尊的遗教。这个没错。末法一万年了，今天我们遇到大乱之事啊，这怎么办？实在讲呢，这是感得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在我们中国实现，
啊，这诸位同修都知道啊，印光法师啊，大势至菩萨再来啊，他为我们这个时代选择这个法门啊，什么法门呢？因果的教育。大师在世一生提倡了凡四训，感应会天会地，安思全书。我们细细去想想，他这个选择非常有道理。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你们想想还有什么方法了挽救世道人心，实在想不出了。清朝末年，定海知县啊，满清时代不称县长，称知县。那个时候，印光大师住在葡萄山，啊，距离定海很近啊。定海知县仰慕大师的道德学问，请他老人家到定海去弘法。他一生有语言的障碍，啊，这种种都是视线的，啊，他是山西人，啊，山西的乡音很重，啊，南方一般人听不懂啊。他派他的学生，啊，到定海去讲感应篇，去讲了凡四训，啊，讲文昌帝君阴之文，这是他指导的，他知道啊，这个教学是一切利益众生死啊，真实的利益了。佛经的利益无比的殊胜，第一殊胜，但是现前众生不能接受。现前的众生决定不可能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于是大师讲因果报应啊，满足你的自私自利，啊，你所需求的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有求必应啊，求财富得财富，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啊，求什么没有一样求不到的。问题，你要懂得求的道理，你要懂得求的方法啊！因果教育里头啊，就讲这些东西啊。
啊，这是现在人讲的，这很现实啊。啊，每一个人都重视现实的利益。啊，这种教学可以满足你现实的利益。满足现实利益里面呢，又帮助你开智慧。啊，也是在诱导啊，把你的胃口往上提升呢。啊，人间利益得到了，告诉你，天上利益比这更大。哦，还有天上的利益，好，天上利益大的，佛的利益地也大了，天根本不能比呀。一层一层呢，把你的胃口向上吊啊。啊，这是教学的艺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收集这些资料啊，哪些资料呢？因果报应这些记录啊，特别珍贵的是现代的啊，古书里面记载的，一般人还不太容易相信。这古书里都是传说，未必是真的啊。啊，现在现前啊，这个电视啊、广播、新闻、杂志里面刊登出来的现前的所发生的，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你不能不相信啊，这摆在面前的。大科学家也承认了，也肯定了。啊，现在这个世间确实有不少人在这里研究，研究轮回，啊，研究前生，啊，来世他们是没有办法了，研究人的前生。在西方国家，不少人在做这个工作啊，用许许多多科学的方法证明人确确实实有前生。那么有前生呢，我们就当然能推想到，那决定有来世吧。啊，我过去在美国，啊，这些杂志报章里说收集了有十几篇，啊，翻译成中文了。我们想把它印成一个小册子，啊，有同学发心，啊，印的量超乎我意料之外。啊，我本来想印个10000本就可以了，他要印100000本，我说太好了，啊，太难得了，啊，这个是西方，他们所收集的这一些轮回的证据啊，啊，现在西方书店里面呢，这一类的书籍也不少。我们要多收集。啊，把这些事实多给别人说说。然后我们再细心观察我们自己周边的一些人事，也能发现啊，
六道轮回，因缘果报啊，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必有恶报。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教育，这是圣贤真实教诲里面的一个科目。我们能接受啊，对于自己受用啊就太大了。起心动念呢，不敢起一个恶念。念念都是善念，成就我们这一生的善行。善心，善人的果报决定是往上提升的。这一生当中你会过得很幸福很美满，幸福美满不一定说是你在社会上有地位，你有好多财富，不见得，那个不是幸福的内涵。真正的幸福与物质生活不相关。你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快乐。纵然平静，他自己觉得活得非常有意义。功夫要真正得力，可以知道过去，可以知道未来。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神通啊。这个能力大小与你的功夫浅深恰好成正比例。功夫越深，你知道的范围越广啊。为什么？因果教育你真的参透了，明白了，你就知止了。儒家讲的啊，知道自己这一生，我应该止于什么出处？这个知止，儒家讲的知止，也就是立志，佛法讲的发愿，跟知止的意义非常接近。知止而后有定，心不会再散乱了。像我们修净土的人，你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你为什么不能成就？你不知止。这儒家说的，佛法说呢，你没有发愿，
你说我已经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了，看到一个赚钱的机会还拼命去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说我真的止于西方世界了，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你通通都不会沾染啊，你还会动心，可见的你不是真的发愿。事出世间法了，真正做学问做功夫啊，从这个字做起啊。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个很好的榜样啊。啊，他一生的表现呢就是知止啊。知足啊。啊，知足常乐。啊，这个常乐就是真正的幸福美满。啊，他一生生活过得幸福美满。啊，他一心里头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说多自在。啊，心清净则身清净，身体健康啊。远离病苦啊，身心健康啊，每一天吃饱了饭，以教化众生为乐事啊，一生呢乐此不疲呀，他快乐啊，他的乐世间哪一个人都比不上他。我们看他的生活贫苦，我们眼睛看错了，我们连个苦乐都不懂啊！啊，我们是把苦当作乐。啊，人家是真正在那里享乐，啊，这个就是境界不相同啊。功夫不一样啊。啊，所以他的心是定的，我们的心是乱的。我们不知止，这心是乱的；他知止，心是定的。他一生当中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你说多快乐啊！我们今天是什么状况呢？像在大海里头，我们不知道方向，没有目标啊，在海里头流浪啊，到处漂流，到底到哪里不晓得啊？他清楚啊，他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所以知止而后有定呢。啊，儒家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得是什么？得是你的愿望实现。这是一定的过程，一定的顺序，不能颠倒的。所谓的是知所先后啊，则见道矣啊。啊，入佛的道是通的。这个纲领讲得非常好啊，
如何帮助现前众生啊，关心他们，教导他们，成就他们一切利益的事业。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人都在做，做得也相当有成绩，不能够叫社会安定，不能够叫自他的真实的利落。是刚才讲的，他只弃机不弃利，利是什么呢？大公无私是利。今天所有一切立身事业，他自己紧紧的执着他的权利不肯放，苦从这儿来的。你写一本书，后面还要版权所有。他那个苦就是版权所有带来的，他不知道啊。发明一样东西也斤斤执着他的产权不肯放弃，苦难从这里来的。真正觉悟了，明理了，我们所有一切的贡献都是供养一切众生，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所以我们看看古时候这个经书课本，这个墨刻的本子，你看看后面都写了欢迎翻印，功德无量。现在到书店是找不到这个字样了，你们去看看哪一本书后头写的欢迎翻印，功德无量，没有了，都是版权所有，翻印比就。所以今天发明的人虽然很多啊，不肯放弃他的权利。这个是一切苦难，不但是自己的苦难，社会的苦难，众生的苦难，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道理在哪里呢？不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如果懂得，那佛讲的好啊，越施越多啊。不可以据为己有啊。财富越布施越多。中国古时候现在我不知道了。很多年没有回去看看了。古时候中国人供财神供饭粒。这个很有道理啊。范蠡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越王勾践的大夫啊。勾践不容易啊，国家被人灭了，还能够复兴起来，十年僧居，十年教训的。
范例跟文种，有极大的贡献了。啊，国家复兴灭了吴之后，他离开了政坛，因民埋信，啊，去经商做生意去了。啊，这个人明理。啊，在佛法里面讲呢，啊，离机双起，所以一生得大自在啊。啊，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了。啊，发了大财啊，他并没有扩充他的事业，他把他的财富完全拿去布施，救济一些穷苦的人。啊，自己再从小生意做起，做个两三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他懂得用财啊。啊，中国人称财叫通货，通是要流通啊，像水一样要让它流啊。啊，你把它储存下来的时候，把流截断了，它就不流了。不流是变成死水。换一句话是，你所得到是有限的，你要让它流通，你所得到的是无限的。现在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佛菩萨懂得。所以佛菩萨终身生生世世对社会对众生只有奉献，没有享受。这个没有享受，我们讲是没有物质上的享受。啊，他的享受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是凡夫。他的享受是涅槃的大乐，啊，古德教导我们是有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只有真正帮助过人的人，哎，你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你从来没有帮助过别人，那个助人为快乐之本呢，你怎么样也体会不到。啊，诸佛菩萨是助一切众生的，他那个快乐是大快乐了。啊，他帮助的对象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就像经上所讲的，不分国土，不分种族，啊，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啊，真诚慈悲的去帮助，没有条件，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我们在总结诸佛菩萨啊，一切利益众生事里面最重要的一桩是教学。啊，所以诸佛菩萨无论示现什么样的身，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现身太多太多了。啊，普门品里面我们只念一个原则，啊，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随类现身，应机说法了。所以法没有定法，身也没有一定的身。华严上呢，我们看到了但是华严怎么说，还都是举例。我们从举例当中细心去体会，境界广大无边，不可思议。你看我们在这个经上。每一段，这是每一个族类，佛通常只举十个做代表啊，十是代表无尽的。十个人所修的法门不相同，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佛再详细举例，再举一百个人，举一千个人，举一万个人，每一个人修学的法门也不相同。这法门无量啊。无量无边的法门，教学最重要。所以，无论他现什么身，无论他视线从事哪个行业，里面都充实真实智慧圆满教育在其中，这才叫离机双起。他教导你，他做出榜样来给你看的。我们在今天读到佛的经典听到讲解也很赞叹，也很欢喜，但是不敢去学习。最明显的，不敢把自己的财物分给别人啊！我们不敢做啊！为什么不敢做呢？怕散掉之后明天没有了。于是我们晓得，我们对于佛所说的话没有信心的。怀疑不敢去尝试，因此对佛法的修学是永远没有进步，原地踏步，一步都迈不开佛所讲的种种殊胜的果德，我们只是听说，没有见到，没有受用到这是我们没有依教奉行果然依教奉行呢，你就得到了。才越施越多。我们去试验。我在过去初学佛的时候，头一个老师张家大师，第二个老师李炳南老居士，
李老居士，我跟他十年，生活在一起，了解很深刻。他虽然是个居士身，一生讲学、教学，当年在台中，我跟他的时候，台中联社的联友，那个名册我曾经见过，概略估计有20万人。那个时代，他在台中教了10年，有这样的成就。这些同修当中对他的供养相当丰富啊！他把这些供养建一个台中联社啊，以后供养多了，又建一个慈光图书馆啊，建了两个托儿所。以后又建了一个菩提医院，好像也建了一个这个老人退休村，他不叫老人退休村，叫什么名字我不太清楚，就是老人院。供养他吃的东西，他这一接受了，打开。凡是在座的大家都有份，他不一个人吃。供养的衣服，看看我们哪一个生活比较清苦一点啊，困难一点，那衣服立刻就转手就送人了。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没错，越是越多。每一天讲经教学，法布施啊，增长聪明智慧啊。他老人家提倡素食，提倡放生，救济病苦啊，他本身这个中医啊，医道非常高明啊，曾经给我讲啊，他对于他的医道啊充满了信心啊。在没有学佛之前，他曾经做过法官。他说他做法官的时候啊，判这个案子有没有冤枉人呢？他自己都不敢保证啊，可能要有冤枉几个人，但是。给人看病用药呢，确确实实没有误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信心。这全都是义务的，给人诊断看病没有收人家一分钱，无微不至。所以他老人家在95岁都不需要人照顾啊，走路从来没有拿过拐杖的啊，95岁以后最后的2年才让学生照顾他的生活。他一生我们所看到的财布施、法布施、无微布施，他真干啊，这叫真佛弟子。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我看他的行持，再想想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这些原理原则，我懂了，我相信了，我也如法炮制啊。也做我。李老居士一生做佛教慈善事业，没有向人家伸手画过缘，都是别人自动送来的。这是他教导我。讲经的法师大德，出家法师，在家的我们称大德，绝对不能向人化缘。为什么呢？向人化缘，人家不敢来听经，到你这个地方来都要花钱，大家不敢来了。所以讲经的法师绝对不能够向信徒要钱，他自动送过来也要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送的钱太多了要退还给他，不可以接受的。他相当富有，有这个能力，行，替他做好事，也不是自己受用，替他做好事，替他修福啊。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一生提倡因果教育，接受四众同修的供养，他只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他晚年住在苏州灵岩山寺，苏州城里的有一个报国寺，他在报国寺里面设立一个佛经流通处，叫弘化社，那个里头的资金就是一切信徒供养他的钱，全部都在那里印经书啊，法布施啊。他自己在楞严山寺常年闭关啊，他的官房我去看过啊，小小的两间屋啊，一个小佛堂，一个卧室。他那个佛堂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一半大，里面的陈设非常简单，一张供桌，一尊佛像，阿弥陀佛一尊佛像，一个油灯，小磬木鱼，其他就没有了，佛像前面供的一杯水，简单，佛像后面写一个大字死，这是我们到他们去参观能看到的我在他一本小册子《上海护国习斋法会》的开示，这个法会是他老人家去主持的，法会总共八天，前面七天每一天都有开示，最后一天是给同学们传授三规五戒，
当时有学生把他老人家讲话记录下来，这印成一个小册子，流通很广。这个开始头一篇里面，我看到他老人家说了一桩事情。那个时候中国北方有灾难，大家发起赈灾，他在应经款项里面提出3000大洋去赈灾。我这才明了，他四众同学的供养全部投资在红花社做法布施啊。这个是真实的利益了，真实功德了，也就是我们现前社会迫切的需要。大家知道佛法道理太少了，红花社里面所印的经论善书像了凡四训、安世全书、感应篇、汇编这一类是善书，它不是经论，数量超过经论。我当时看到他后面版权页印的这个数量，我非常惊讶。为什么佛经印的数量没有这三种多？所以以后想想是，这是契机、契理的教学。现代这个社会，最重要是因果教育。他老人家特别提倡，他要不提倡，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想到。他是净土宗一代的祖师，对于净土五经三经印的数量都不多。远远的比不上啊这三种善书。我给他概略的估计，那个时候是1977年，我住在香港佛教图书馆，谭旭大师办的，我在那边讲经，那个时候在香港讲经4个月，我在图书馆看到红花社这些书，看他的版权页，概略的估计呀，这三种书他印的数量超过300万册，在那个时代，确实令人惊讶，所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么这又过了半个世纪多了，看看现前的社会，想想印光大师行矣，才真正觉悟到啊，他老人家真是圆满智慧啊，指导我们在这个大时代弘法利生的方向啊，那就是怎样挽救这个劫难啊。现在你说家庭教育是破产了再想将家庭教育恢复起来，哪有那么简单呢学校教育已经放弃了人文教育社会教育那就更不用谈了，诸位每天看看电视，看看网络就晓得了这还得了吗所以印祖教导我们的，我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重要怎样来推行，怎样来发扬光大，必须从自己做起
你自己做不到，要想劝别人做到，这不可能。首先自己必须要参透啊，对于六道轮回的道理，六道轮回事实真相，要认真去研究。啊，去理解。啊，然后才会有坚定的信心。啊，知道这个事情决定不是虚妄的。啊，然后进一步彻底了解业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自自然然在起心动念之处啊，约束自己了。那最近有一位出家人来跟我说，啊，我很尊敬他，他很坦白。他说他在新加坡这个地区修学非常困难。困难在哪里？他这个情欲的烦恼很重。啊，见到女孩子他会动心。啊，所以他要离开此地，要找一个比较清净的地方去修行。我说好。避开这个环境啊。这是一个聪明智慧的选择。啊，所以我很尊敬他。他很聪明，也有才干。那弘法利生，这是一块好材料啊！可是这个烦恼要不能克服啊，将来弘法利生呢，恐怕度不了众生呢，被众生度跑掉了。这个事例很多，自古以来啊，许多出家人讲经说法，最后跟信徒结婚，被他度跑掉了。啊，我们在这个古书里头看到记载的很多。啊，现前这个社会我们也看到不少。啊，不容易啊。啊，他知道回避。啊，到年岁大了再出来。啊，所以这是很正确的想法，啊，很正确的做法。那么我们在此地，年轻的同学很多啊，这个花花世界不容易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们？我们采取的讲经教学，啊，每一个同学每一个星期要上台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他要写一万字的讲稿，啊，这个给他压力。除此之外，我们每天讲华严经，他们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啊，写这个讲记，啊，把我讲的要写成文字。啊，另外一个小组要编华严经译解简注，啊，所以这个经讲来讲完，这两部书就出来了，啊，这是给他一个很重的压力啊。我用这个方法，啊，所以我不督促他，对同学任何要求都没有。
一定要很认真努力，把自己的功课做好，把自己教学的工作也要做好。那么我们除这个之外，还有一桩事情，这也是一切世间业啊，不是，这是一切利益众生事，那就是联合世界不同的宗教。融合团结这个世间不同的族群，这两桩事情我们也在做，这两桩事情也是现实社会里面真实的利益，希望从这里消除宗教之间、族群之间的许多隔阂误会啊，因为彼此要不相往来，决定就互相猜疑啊，结果怎么样呢？越猜越错啊，这个错误大的时候会引起战争啊，所以融合团结就非常重要，念念呢不是为自己，不是为我们这一个道场啊，我是为世间所有道场，一个道场做起来之后做一个榜样嘛啊，大家到这边来看看，把这个模式带回去仅仅将这个模式带回去还不够啊，那要怎么样呢？你要在此地细细观察，新加坡长处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啊，这个地方不是完全没有过失啊，有缺点呐。你们带回去。优点你们学习，缺点你们改进，永远不断在改进，不断在提升，这个对佛法是真实的贡献，续佛慧命，利益众生，我们才认真在做，这个做的有意义。世间什么都是假的，这一桩事情是真的啊，决定不假啊，世间任何事情你都带不走，这个功德可以带走啊，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境界，不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来生决定得人天殊胜的果报啊，这是极善的因，真实的善因啊，哪有不得殊胜善果呢？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句啊，动地裂了啊，这一位菩萨他所修学的法门，不为自己，念念都为一切众生。纵然在自己私生活里头穿衣吃饭，都是一切利益众生事。穿衣吃饭怎么是利益众生事？
为众生做好样子啊。啊，在不知不觉之间，潜移默化之中，转移社会的风俗。啊，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知道都会影响社会，都会影响大众。一定要做好样子。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讲经的总题目啊，用北京师大的两句话，学为人师，行为师范。啊，师是表率，范是模范的。学佛四众同学都应当自己知道啊，我们在这个社会，特别是在这个动乱、苦难、灾变频繁的世界，众生过着极苦的生活，我们一切作为都要给大众做榜样，要做一个好样子。前天东北有个同修打个电话给我，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说有要紧的事情给我说。他自己本身是个律师，学法律的。他看见出家人的过失，他说该不该说？我说你自己想想。他说我要说出来之后，恐怕有很多信徒对佛法丧失信心。我说你能知道这一条就不错了。那他不说呢，这个出家人确确实实是破戒啊，犯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在欺骗众生。他遇到这个两难之处，我到底还是说还是不说好。我跟他讲，你要用智慧去决策。你去劝导这个法师，不要公开去说。希望法师能够改过自新，也让信徒们的时候维持出对佛教的信心。现在，像这些，不守规矩、不守戒律，四众当中人数很多啊，哪个行业都有啊。所以这个世界才叫做乱世啊。没有智慧、好心，还做了坏事。古德常常教导我们，临动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啊。要晓得一个人闻法信佛，这个机缘太难遇到了。遇到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建立信心，那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破坏一个人学佛的信心，这叫断众生法身慧命，这罪很重，比杀生命的罪还重。
啊，你把他这个好不容易，这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闻法的机会断掉了，这还得了？就是你能懂得知道啊，这就好啊，必须以你自己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劝导法师改过自新，他说我是一个在家居士啊，好不好？劝导法师我说可以，在家居士一样有这个义务啊，应当要劝导。但是劝导呢，不要有第三人在啊，有第三人在，这个法师面子下不了台啊。啊，没有第三人在，你可以劝导他，这是正确的，这是真正爱护他了。佛经里面讲的爱语啊，啊，真正爱护啊，啊，护教护僧。所以这都是一切利益众生事啊，在当前这些事很多，我们要懂得啊，要知道怎样去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